这么多人都能让他跑了，娘的！因为你，我死了好几个弟兄。说，救你的是什么人？不说，我有100种方法让你说。亚梅罗。 我奉藤原少佐的命令，要把他带走。我们也是奉了宫本少佐的命令，要把他带回军政厅。留着塞！留着！哎，都是自家人，别伤了和气。谁的剑？哈！你别过来！嘿！别过来！放开我！ 行了，还没演够呢。放开，放开！老大今天演的可爽了，可刺激了。<笑>好，给。太多了，老大。不跟你闹了，说正经的，香港你们待不下去了，赶紧走吧。好吧，老大保重，谢谢老大。 注意安全。好。怎么回事啊？不是跟你说了让你在家待着吗？跑出来干嘛？你不知道多危险吗？你到底是谁啊？